王刘德华、陈乔恩及言承旭等大牌客串的电影《我的少女时代》上映短短十天，票房就破亿，达到1亿3000万大关，话题气势席卷全台。剧组近日开心举办庆功宴，感谢媒体。男主角王大陆当场霸气壁咚导演陈玉珊，距离近到差点都要亲下去了，让导演好娇羞。哇塞，徐太宇，你用那表情，而且脸超近的，我的妈！我们先闪开好了。哇塞，好，可以吗？可以哈，掌声鼓励。导演怎么样？刚刚被壁咚的心情如何？我怎么觉得他此时此刻就乱有魅力了？他很棒啊！当天更找来电影主题曲主唱 Hebe 田馥甄站台，没想到他刚好就是男女主角王大陆和宋芸华的偶像。虽然宋芸华当场向 Hebe 告白，自曝以前都会做 SHE 的简报，不过 Hebe 心都在王大陆身上，直说王大陆是他的菜，更自曝前男友跟他超像的。其实我看这部电影之后，我就回想到我高中的男友啊，就是长得真的也还蛮帅的，然后对我又超好的，我就回想起每一个点滴，然后就会像歌词里面在想现在的他好不好，会这样想。一样粉丝一样打电话联络初恋的吗？姐暂时不吃回头草。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